大家好，我是 YY 主播瑞甜甜，我现在使用的是 M4 地容大智萌麦克风，然后搭配的是店主给我调制的那个精心调制的萨姆机架，它的效果确实真的很好，然后我在这说太多都没有用，它可以相匹跟那个万元的麦克风可媲美，然后外观还比较新颖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，展示一下这款麦克风的效果。花香染洋洋，惹那世人总不随他，微微声轻声而退，都淡了一池眉眼当上，花常开心随他，红妆月色轻黄，欧文的与我你喜欢，试问独一份心有三滴，缠在别人的语句，淋湿自己空谈风沙，你碰窗。